大家好，今日是4月28号，大市一如这几天的走势，或应用这一两个月的走势都是不三不四了，一半有升幅，一半有跌幅。咁好简单啦，今日28号嘛，咁事呢我会睇到呢，听日就係一个期指结算啦。咁所以好多人呢都会喺呢度呢，就即係努力维持下某啲嘅係水平嘅嘢。